同学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数学乐园实践课二十以内加减法运用。好，我们先来列式子算一算。我们看一看，这里有许多小鸭子，我们可以根据这幅图来列出什么算式呢？我们首先看一看，地面上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只小鸭子。那水里游的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只小鸭子。那我们可以列出算式，问一共有多少只小鸭子呢？用五加十等于十五只。我们还可以用水上游的十只小鸭子，加上地面上走的五只小鸭子，也等于一共是十五只。那我们再看一看，还可以列出什么样的减法算式呢？如果告诉你一共有十五只小鸭子，地面上有五只，问你河里游了几只呢？我们可以用十五减五等于十，求出河中游的小鸭子。那如果告诉你河中有十只小鸭子，一共十五只，那怎么求地面上的呢？我们可以列出十五减十等于五只小鸭子。同学们，你们会根据这幅图列出下面这四个算式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图。左面一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十三颗糖果。右面一共有一、二、三，三颗糖果。那问一共有多少颗呢？我们可以用左面的十三加上右边的三颗，一共有十六颗。还可以用右边的三颗加上左边的十三颗，一共有十六颗。那我们还可以问，一共有十六颗糖果，左面有十三颗，问你右面还剩几颗？我们快列减法算式，用十六减去十三等于三颗。如果告诉你右边的有三颗，让求左边的呢？同样的，用总数十六减去三等于十三颗。你列出这四个算式了吗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，看左边有一盒十二支钢笔，右面呢有五根散的钢笔。那求一共呢，我们可以用一盒里面的十二加上散着的五等于十七。我们还可以用散着的五加上一盒里面的十二等于十七。那么我们还可以知道总共的一共有十七根，散着的有五根，那请问你盒里面有几根呢？我们可以用十七减去五，盒里面就有十二根，求出来了。那如果告诉你一共有十七根铅笔，盒里面有十二根，问你散着的有多少根呢？我们用十七减十二等于五根，你列出这样的算式了吗？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再一起将上面所学的变一变，看一看，左面有十三颗糖，右面有三颗糖，问一共有多少颗糖？我们可以列出算式，十三加三等于十六颗，求一共用加法，你算对了吗？我们继续看，告诉我们一共有十七支铅笔，散着的有五支，那问你盒里面有几支呢？
求部分用减法，我们用17减5等于12只，你算对了吗？好，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连一连。我们看一看，上面有四个小动物，下面是它们爱吃的食物。我们看一看，它们下面算式是否结果都相同呢？连一连吧。小猫是19。减十，我们算一算，19减10等于9。那下面我们想一想，小猫爱吃什么呢？对，小猫爱吃鱼。算一算，鱼下面的数字3加6等于9，所以小猫连小鱼。再看一看小猴子呢？小猴子15减2等于13。我们找一找下面哪个食物相加和等于13呢？对，香蕉，11加2等于13。小猴子爱吃香蕉，也对了。我们再看看小蜜蜂，10加2，经过计算等于12。那下面胡萝卜和花蜜哪个等于12呢？看一看，花蜜是13减1等于12，所以小蜜蜂爱采蜜。这一次我们也算对了。最后，小兔子下面是10加8等于18，胡萝卜下面呢是8加10也等于18，所以小兔子爱吃胡萝卜。同学们，你们连对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